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！不要团，不要团，不要团！这波站位就好了。美食总动员。一级我们全 W 啊，是把对面全 AD 阵容。你们觉得全 AD 阵容厉害还是全 AP 阵容厉害呢？这把我们带的是征服者，因为对面这把 AD 太多了，我们稍微出装的话，出点骚装备他们就玩不了了。全 AD 肯定是前期厉害，但是他们一旦被突点 AP 英雄就很难受了。上路边有线权，中这边的话呢，放那个的，放线了已经。那下路边小心一下。坚决目前没过来打野怪的，可能进野区的。我们上路边帮不了的，咱们继续刷就好了。不妨控制一下，先拉开距离，先一起来，等一结束，他没有点燃了，先给队友点信号，他去是下河蟹的，三啊，可惜了。等一下出前 Q 好，可惜没操作好这一步，我应该先杀盖伦的，把盖伦杀的时候再去杀那个。把下个街打一下，他们上野区还在的。我们家下条是有闪现的，他这波没有闪跑不了的，等一下周前 Q 就好了，把对面有个经济收下，对面下游戏经济马上刷新了，往这个地方给个眼，这个地方给个睁眼，先把守望打了吧，利用周前 Q 下去，不要用周前 E。先不要放惩戒啊，我们这个惩戒可以稍微捏一下，捏到那个就是小鸡那个地方放，后面有锤石在的，锤石没有闪现，他们杀锤石，锤石不在，曹冲又在上路等，我真正的美隐藏在
这个操作我们肯定要不了了，我们家 EDC 一直没有回家的。等这波兵线过去，我们不急，里面是没有眼这个地方。好像有眼的，能夹住吗？能夹住咱们就杀掉了，一切就好了，不急，把这波线带过去。带去之后，我们直接可以尝试越塔，对面打野不会再下路的，放心。这不得走。盖伦不见了，不确定盖伦是往下靠了还是往中走了，哦，往上靠了。还好，哇，我当时以为伤还不够的，露露这边小精灵把他打死了，这波有眼在，得走。这个地方稍微等下对面清绝，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境的方式。清绝没打这个野怪，那这边可能有眼啊。没有什么好害怕。他们过来的话，他们炸了。先给一千中了，因为我们家队友全在附近的，往上走，别让他碰到我。他 Q 回来我们家一二一，可以让队友小追一下，他杀不死我的，看路都 W 了。好，先 QQ。A 一下往后走，让队友去杀，这波不要探头，把这边的一个果实吃一下，吃完果实进野去找这边的千珏。啊，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前线木偶的主导。给对点信号，他嘲讽到我这一线，一套直接秒。先 Q 一下，一起来不要让 Q 一到我，第二圈我们先撤一下，人先 Q 再 A 一下，不急，先继续走就好了。先给平行给一些 A 两下，再继续往后走，先 Q 一下追着 A 就好了，再把对面的野怪金就收一下。回家第一个装备可以选择去除影焰，做完影焰之后的话，咱们可以选择去把其他装备做一下，像冰拳这一种，因为对面这一把全是 AD 的。先把印记打了，他要去吃这边的一个石头人了，那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去。辅助的话是没有闪，那个就是千珏没有闪现的。千珏没有闪现，这个可以考虑越下路的，但是得等队把线带过去，就旁边消耗就好了。有这边千珏要回家的，辅助，我们也回家了。这边中单不见了，让队友小心一点，这个地方可能有中单过去的。回家的话，第一件装备选择先把影焰做出来，然后第二件装备的话，咱们可以选择去出这个的，出冰拳。
就是冰，就是我们出一个影焰跟一个法穿鞋，然后再加个冰拳就好了。有人在帮我们打野怪，先拉野怪，我们选择一他身上最雷就好了，先 Q 一下，一二三四五 ，AQ 一下，给一线。潮虫的话呢，咱们不用挂，每人吃一次就可以了，咱们接着往上走。小云他用大刀走，或是用闪现之类的，我们先 Q 追雷，再把潮虫吃一下。因为这个潮虫我是没吃的，这个是我们的中单吃的。我们吃潮虫的话是可以加打野刀的，而且经验加的比较多。千珏是应急区的，给他吃吧。天赋的话在左下角啊。蜘蛛前期比较厉害，打架厉害的。拿完两组野怪之后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正常打这个野怪，等下诛仙 Q 了，直接走就好了。他没有点燃了，这个中单好喜欢限制我呀。小龙得控一下了，又来了，这个记仇啊，我的天，是不是疯了你啊？我说实话，我要是不出一个布甲放身上，我真在他手上几次的。对，对面太肉的话，你没办法去出那个，没办法去出风暴的。而且加上对面有个千珏在，千珏倒是残血会开大招的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可以收一影焰效果了，对吧？千珏那个对面千珏是防止一套秒人的英雄的，先一锤死。好，再杀这个就好，我已经点满这个征服者了。然后这边直接往前去追，一他身上就好了，我一速比他快的，只要 Q 一下跑不掉了，闪现没用了已经。等下诛仙 Q 了，继续往前走，人先 Q 收尾，再把这边的一块经济收一下，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打小罗。这个人跟我杠上了呀，我们下周面出一个冰脉护手，对面这阵容又比较笨重，而且又是战士英雄，全 AD 的，我看他们怎么玩。或者是你第二件出金身就可以了，容错率就非常高了。在输出够的情况下，没有必要一直无脑去做输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天赋带是征服者，没有带黑暗收割，对不对？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想好这把游戏的思路了，真先 Q 一下，没有遇到，但是我们可以过去打的，我们露露是有大招的。这把秒就好了，等下诛仙 Q 了，啊，结束了。来，我们又到大家最喜欢的抽号环节。